我是法帅，欢迎来到旅游好男频道。在武汉肺炎的期间呢，小孩子有没有地方可以放电？是不是觉得闷坏了？有没有出去玩？好想出去玩，很想出去玩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在家真的会闷坏，那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带小朋友出去去哪里玩怎么办？又怕疫情影响，看到很多病毒，非常的可怕。那武汉肺炎呢，可以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打开。没错，我们来到的呢，就是台中的水云端汽车旅馆。哎、欸，而且它这边还有这个，哎，直接买啤酒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哇塞，好贵哦。好贵。还有蚂蚁店，我去楼上看房间吧。哎、欸，好大哦。应该有吧。欸、好大哦。没有啦，现在集合在一个地方啊。要我带你去看在哪里吗？好棒哦！可是，那我可以去唱歌嘞，也可以玩水。对啊，然后还可以休息。休息休息要干嘛？好大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规模根本就是开 party， 这两个人来太浪费了。最想要的就是这个，你敢滑吗？哦，这样子，感觉很冰哎、欸，会不会太冰啊？我摸一次看看，有点冰。我也打开这里面看试试。哇塞，饼干，然后还可以抱着，还怎样的？然后还有杯子。哇塞，呵呵，还有这种饼干，哇塞！可新冠病毒肆虐的期间呢，可能到很多人的地方你会害怕。那来去的旅馆呢，因为现在旅馆其实都有做好完成的消毒，然后你来呢，也只会有你们这一群自己人。所以呢，我想这样子玩可以玩得比较放心，然后也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对，汽车旅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人海中，你崇拜话题最多，最红的那个，难道你要浮夸吗？真假？品牌的包装，你身价？谁说的假？唱到声音也沙哑，说是我找了我也好，疯了也罢。你有扶着不用怕，你有那个扶力不用怕，可以吗？然后走过去那边再走回来，我们就可以滑滑水道了。这是一个小人哎、欸！你要滑滑水道了吗？别让他玩。好，来，来，上来，上来。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你赶快下去，你腿有点粗，可以吗？哎，转过来用一个回眸的。哎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挑战
个法拉利的头发到底会不会塌掉呢？所以试试看 ，Go， 勇敢一点，不要怕，往前冒险才会看到其他的东西呀、啊，好不好？走吧，不敢啊，哇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不要勉强。而且这边还有可以充电的地方的，如果遇到新冠肺炎不知道去哪里玩呢，可以参考我们。旅游跑男频道，我是跑帅，喜欢我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不要说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The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, we were all the superstars. She rolled my hair and my wings went high.In the glass of purple, so can I be a